之父，食物之父，啊，阿爸爸长大了，他就是养一些牛羊的，他能够让牛羊从小牛长到大牛，你就知道他营养是一百分。而且园艺界这么说，任何植物幼苗阶段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阶段。这个植物的生命周期，它营养价值哪个阶段最高呢？是幼苗阶段。幼苗就这个非常有能量。我爸爸以前就推广这个的。木薯芽好不好吃？没有人说的好吃，它有个味道，没有人讲它好吃的，都是为健康而吃的。那为什么现在呢？木薯芽很多人在吃呢？因为大家接受了，吃了有感觉啊。我爸爸以前推广木薯芽，他有方法的。我爸在以前民国七十年左右呢，开一家店，那时候不叫生机饮食店，但我爸爸那个店开得很火，很多人去买，以后就变成生机饮食店老板了。因为看到我爸爸店开得这么好，我爸爸开那个店在大陆这边买房子买了几间呢、啊？买几间？十间。买十间房子。我爸开那个小店在大陆买十间房子，还不是买十间房子，还造桥铺路啊，还帮学校盖礼堂啊，还有那个那是芽菜自动芽菜，哎，还有发明那个自动芽菜机的，他得专利。我爸爸靠这个赚钱的。我爸怎么样推广这个呢？我爸很厉害的，这个东西你说好吃没有人吃的，我爸不是说好吃好吃叫你吃，不是的，我爸爸很厉害的。我爸站在门口的，有人过去他吃人家看。他跟你讲是吧，你来这木薯芽了，很爽，人家走，不要走，我还没讲完，不要走。我爸是这样子的啊、哦、本来是一小碗，因为客人很少啊、哦、刚开始推广没有客人，一小碗够了，后来客人多了吃到碗工去了啊、哦、吃完了进来啊，客人走了又吃啊、哦、来楼上吃，吃到大碗工去了。我爸是靠这个长寿的，我很清楚。我爸爸呢，第一个为什么他对木薯芽产生的这些信心呢？他看到第一个见证，什么样见证？五十间。我爸爸告诉我们第一个见证是五十间啊，在我们万华旁边那个机车店，夫妻两个晚上呢很辛苦修那个机车，蹲着这样修，手举不起来了。吃木薯芽，我们那时候不懂食疗的，我爸那时候不懂食疗，他只懂芽菜啊，他一直推广芽菜，竟然五十间举起来了，是靠这个，是靠这个的，很厉害的啊。所以因此我们希望大家木薯芽一定要把它吃上，芽菜最好的就是木薯芽啊，一定要吃上它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叫做莴苣。为什么我选择莴苣呢？因为莴苣它是没有农药的，虫不爱它的啊、哦、它不会长虫的，它就是生菜，美国生菜，买这个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它没有农药的啊、哦、所以我们用了它了。再来用什么呢？苹果。苹果是整肠健胃的。癌症朋友，我说你芒果不能吃啊，荔枝不能吃，龙眼不能吃，香蕉不能吃啊，我害怕他吃甜的，但苹果 OK， 苹果是 OK 的，癌症朋友吃苹果 OK， 喝苹果汁不行啊，我刚讲苹果汁不行啊，因为苹果汁太甜了，吃苹果还 OK 啊，苹果汁你榨两三颗苹果的，甜度太高了，你吃一点苹果无所谓的，啊，苹果是整肠健胃，啊，非常好。再来香蕉，但糖尿病不能用香蕉了，糖尿病你要改成火龙果或奇异果。